纽约呢，太好了，就是一个非常集中的大城市。曾经在这边待过14天，没干嘛。铁哥，哎呦，那14天之后呢，我回到亚洲，完成了一张专辑，那就是《曹操》。不一样吧？来纽约写《曹操》，这就是我的这个错乱，创意的那个灵感错乱。刚下飞机，要去吃晚餐宵夜，不知道错乱。不是我说，如果 Ben 要跟奎哥的话，可能还是要调成。对，要。对啊，因为如果要搭东西的话，这个 Ben 没办法，还是要用留发的。听试试没办法那个。Martin 老师 ，genius， 厉害 ，genius。你还在搞 Ben 要怎么听啊？我比较担心的是我的歌迷怎么听这首歌啊？他们怎么唱啊？好听就好啊。我以为这首歌是我最朗朗上口的歌，结果一瞬间，不。应该都抓不到了，九九嘛，对。我都有难度了，我要去抓那个。你要抓那个？对啊，因为我是要同时听两个拍子。Guitar Store。干嘛呀？我还是决定了，因为今天是情人节，所以我要对自己好一点，让我用我的情人，这个木情人，弹奏一首歌给你们。你们的情人节也不会寂寞了，是不是双赢？我开心，你也开心。还有两天，我们就来到纽约 Barclays Center JJ20 New York Coming to you。
是要吓死了。废话，等一下，两个多小时之后演的，当然要吓死了，好不好？对啊，这个是很特别，所以你就是走位到位就好。可以，我可以跳，你不要吓我。rap 的部分我出来丢，就是 little chick give me chips on my sofa, bad break sticky shit on my sofa, my baby lying on my sofa。嘿，嘿，换边，对不对？换边也丢，丢大概各丢个三五张。2020 New York, New York。身体不是太舒服，怪怪的，不知道感冒来是失温吗？太冷吗？还是上火吗？还是没吃饱？没胃口。每次唱可惜没如果的时候，大家就会把手机拿出来录，重拍一下去，没有嘉宾出来，大家就会把手机收起来。真的吗？大家很现实。你们是真的觉得这段是嘉宾的破口吗？我只能说你们太天真了。通常惊喜我不太喜欢玩重复的。好啊，不要拍啊，没有嘉宾就不要拍啊，没有嘉宾就别来。All thanks to you guys. 谢谢你们。Thank you. 欢迎来到 JJ20 世界巡回演唱会纽约站第二天晚上。第二场我们依然是把 Barclays Stadium Barclays Center 把这个坐满了，谢谢你们。大尺度的表现被我在台下的时候看到了，因为自己认识所以才敢，如果不认识的
还是不要比较好。Wow! Wow! What is this? Wow! Surprise? Your very own practice court. Wow! Wrong shoe. 球鞋子错了。Yeah. Oh, yeah. Oh, yeah.